挺华丽的嘛。这，哎，快给我查出他们的真正身份。喂，唐庄园吗？是我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在找你呢。局长，我在度蜜月啊。度蜜月？你跟谁度蜜月啊？科纳，我们结婚了。科纳？哪个科纳？哦，那个科纳是吧？嗯。那个，那阿空他们呢？休假了，因为战机王又休一年，他们休半年啊。谁批准你们可以这样休假的？是部长批的呀。你们就休假吧，你们就度蜜月吧。局长，目前没有关于星战队真实身份的报道。SDA 倒有条微博更新，说全名叫空间战机队，战位的代号是 Space Deleter， 空间删除位。胡扯八道嘛！哎，这网络就不能好好的管一管吗？重点是把他们身份都查出来。喂，女儿啊，什么事啊？哎，对了，老爸最近给你找了个很有才华的朋友，你看你们什么时候？不行，这件事绝对不行，比赛已经开始了，怎么可能因为网络上的谣言随随便便就停止比赛了呢？哦，怎么说我才会相信啊？这个事儿你怎么说我都不会相信的。喂。哦，还有，约几个最近停赛的家伙来谈谈。所以他们用那个机器抓地球人，但是他们为什么要抓地球人？哎，记不记得辛巴格在反地图被生成前的时候就说过要回来采样我们，还说第一地图也会遭殃。哦，是这样的，外星人破坏反地图，征服世界的边缘就会被打破，那我们现在的世界会和反地图一样受到同样的破坏。还有，他们一定也知道180秒的时间限制，不然不会那么急的离开。哦，还有，辛巴格在抓人的时候偷偷摸摸的。什么破地方啊！哦，这么高端的门呐！好，我们回到第一个问题啊，那他们为什么要抓地球人？抓地球人去哪儿？送去哪里？这家伙怎么可以来这里？要让他出去吗？喂，你怎么？别，你想通了吗？我来这边是给你们提供线索的。线索？嗯，在你们没来之前，你们为什么要抓人？抓的人都去哪儿了？就让我伟大的辛巴格族来告诉你吧，我们这不叫抓人，是抓奴隶。哦，原来如此，辛巴格抓地球人原来是要送到外星让地球人做奴隶。我还问他啊，又是个搞比赛的，抓其他一分抓你的两分。为什么抓我两分呢？应该是这个徽章。哦，所以说他们阻止地球人向星际探索，就是为了他们的阴谋永远不会被发现。所以在北纬30度线神秘失踪的地球人肯定跟他们有关系，这些空间漏洞犯如果被我抓住，肯定一个个通通删除。小龙，你已经完全在状况里了，来加入我们吧。别闹了，这跟我人生规划不一样。我说了很多次了，我不喜欢冒险，我喜欢做有把握的事。喂，你这个人有没有礼貌啊？先不说我们几次救过你，你就看着那些无辜的人被抓在怪机器里，你都没感觉吗？你没感觉就想想你被抓进去是什么感觉，所谓的麻木就是形容你这种麻瓜木头人。说这话的人可没资格说我没礼貌吧，小时候见老师打招呼不鞠躬的人一定是你吧。你怎么知道我没鞠躬？我就没看到你鞠躬啊。你可占我便宜。这家伙真欠扁。我已经把我知道的告诉你们了，就是因为感谢你们救我才来这里的，而且也没兴趣戴着面具和你们玩游戏，告辞。喂，小龙。哎呦，阿碧，
都是我太冲动了，我就是看不惯你一直求他们。哎，算了算了，这件事情也要让他自己想明白。不关你了，沪上交友。我？哎，你们两个妹子不要欺负我哎。哼。你就是李小龙啊？哎，是我是我。看你的成绩已经超过88%的参赛者，不错嘛。哎，可是这两天你怎么老退赛啊？因为最近比较忙啊，但我一定会赶上比赛进度的。很好很好，相信只要再胜几场，你就可以正式成为星际宇航员的候选人了。是吗？嗯，谢谢局长。我来问你啊，你最近有没有听说过参赛者失踪的事情啊？没有啊。哎，很好很好，我就说嘛，肯定是有心人在造势嘛。有心人？有一个人呢，他一直劝我退赛。太好了，看来我猜对了，好险啊。这个事儿就将在你身上画上神圣的休止符。狄小龙同志，是哪个人呢？干脆向领导汇报。对了，我有他名片。就是这张。这是怎么了？我知道了，这个事儿，等一下我亲自去通知警察抓人啊。你跟我来。哦。你知道你刚才有多危险吗？这个家伙是我们组织里的秘密特工，是用来测试你们参赛者忠诚度的。今天天气真的很不错啊，是用来测试你们参赛者的忠诚度的。但是你不要理他，是他的脑袋有点点那个了，整天想着搞定人，怎么可以拿这种事情来测试你们的忠诚度呢？被有心人利用了，那可怎么办呢？你说对不对呀？不，哎呀，没事，以后不要再提起他，好好的去比赛，而且记得要离他远一点。搞了半天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局长好。重点是，狄小龙同志，你光明的未来就看自己，好好的表现了。老爸，我真服了你了，这么老掉牙的特工故事你也编得出。这谁呀？是那特工？你别轻易相信人，连我电话都有，难道他真是特工？梦想灾难。涛，别说话，我觉得我被什么监视了，但我没办法证明。别慌，先想想为什么要监视你。我觉得是对我电脑有兴趣，老靠着电脑附近，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嘴巴都能让真相浮上台面啊。这怎么说啊？哎呀，捕鱼要用网，抓人就要靠画面。哦，这么好搞定的事儿还问头，我真是笨蛋中的极品。搞定。人权型执行官，人情杀刀。怎么是那星球的家？大老远看地球这个星球，感觉真是香甜多汁啊。你还是那么心软。少废话，星是我的体香，不然怎么叫任星沙呢？过来过来，我帮你们介绍一下，
这很香的老总就是太阳系最有威力的仿冒大王，来自任神星的任星沙。任神星为太阳系第四大矮行星，三小时就能完成自转一圈，是太阳系自转最快的星体。由于高速自转，使得星体成为椭圆形，有两颗卫星。大老远把我叫来，什么事儿啊？笑死我了！被地球人修理，这种事儿也只能发生在你的身上。喂，你给他放干净点！要不是老大让我必须偷偷摸摸的抓人，我会再跟踪啊！洗头长，老板万岁！洗头长，你就是不服气才喜欢搞叛变吧？我告诉你为什么要保密。有一种地球人叫超级地球人，每隔几十年就会出现一个。他们超级不好惹，难道你是想让我们几千年的生意给断了吗？出来换我就没怕过，我还是觉得我们要大大方方的教训地球人。好了好了，正经做生意要紧，听老板的别惹事儿。下次我来领军，把那些造反的面具人给打破了。我这里接到水星的订单，要懂建筑的工人，快去抓。我告诉你吧，地球人呐，最害怕没见过的东西了。那就让他们看看你呗。是什么？香味是腥，不是臭，我就是最馨香的辛巴哥。雷特，分散抵抗，星巴克用的是眼花缭乱战术，合作才有战斗力。谁？难道是我的幻听？怎么会这样？哎，你们要联手攻击，分散抵抗，同心协力，这样才不会眼花缭乱。
哦，天哪，吓死你们的时间到了，我老家很会转，让你们尝尝我的旋转攻击。梦泉们，我们要小心了。看到了吧？呵呵，你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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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我的旋转飞机！耶！斩星轮！沙漠的地底，火箭型机体的强速型战斗宇航设备，四个喷射主引擎可产生500万匹马力，时速可达1200公里。填运后，停放于国家安全隧道，重装防御型宇航运输车，运载能力可达50000吨。梦战号，平时在地球上空低轨巡弋，拥有自身能源的超精密卫星，续航力可达50年，侦察范围覆盖全球。资料储藏的最大容量为20亿T，也是太阳战机王的主要中枢。启动穿梭，由升舰号、天运号、梦战号三排远控宇航机所组成的太阳战机王高达70米，相当于25层楼高，各项性能指标都以10为标准，攻击、防御、操控等性能均能达到7以上，属于综合性战斗型机器人。准备落地，来吧。让他们看看我们的厉害吧！即使这样，在战斗中也不要掉以轻心哦。妥妥的。看吧，轻轻松松。防护壁启动。
再次启动。太好了，这时候我们主动了，蓝超能汇集。太好了，发动必杀攻击技李日川甲爆。妥妥的删除成功。就随着我踏上通往星河的梦之翼，不管明天有多少的挫折，胜利的光芒会永远照耀着浩瀚无尽的宇宙。开启那扇门，让那勇气做梦想的守护神。骑着美丽的流星雨，向着成长的烦恼和星球大战的结局。